你咋搁这儿呢？你这怎么还喝上了呢？咋的，喝不了踹回来了？不冷？不是，外套呢？这喝多少啊？不是这。跟谁喝的？不冷吗？搁这坐着走啊。你说，真喝多假喝多了？习惯。就是喜欢一个人的方式有很多种，然后我选择了一种最让人难过的方式，就是我是不是应该给你颁发一个最佳前男友？就是，其实这种方式很难过，因为你要看着这个女孩幸福，知道吗？给你送回去。那你想干嘛呀？你说。这衣服，就是因为当初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我不该用那摩托车钱去做事业，我想自己靠自己去做点事儿出来，能明白吗？我不走啊。就是那么一说，就是说给别人听的。不走，真不走。我真不走了，我都已经找到那个工作了啊！我这现在说话太费劲了，感冒没好彻底，走，送你回去吧。常玩，拿扔了。所以你不走了，行，我不走了。不是你听听，不是你等会儿来，没喝酒。可以忙。我们深情